现在在搓澡，我能这样？你洗澡会这样洗吗？不会吧？肯定是轻轻的抹沐浴露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我去海边，那我抹防晒霜怎么抹？就是这样抹，很矜持的抹，对不对？因为旁边还有什么小哥哥呀，对不对？我不可能，人家肯定会这样看，对不对？肯定是轻轻轻轻的摸上来，对不对？矜持点，好，一样的啊。我摸腿也是一样的，轻轻轻轻的摸上来啊，看掌心贴住，轻轻轻轻的摸上来，哎，再放下来。对了，再来一次，打开。